大家好，今天我做了红糖大枣发糕，削软香甜，美容又养颜，喜欢一起来做吧。碗中加入100克的红糖，加100克的开水化开，晾至温热，加3克酵母粉，打入一个鸡蛋，搅拌均匀，倒入300克的面粉中，搅拌成浓稠无颗粒的面糊，盖上盖子，醒发两倍大。醒发好的面全是蜂窝，加上一把大枣碎，朝一个方向搅动排气，模具底部侧边刷上油，倒入面糊，用小刷子整理平整，摆上大枣，再次盖盖，二次醒发两倍大。醒发好，放入蒸锅，水开上锅，大火蒸40分钟，关火焖3分钟，出锅。红糖大枣发糕就做好啦，松软香甜，美容又养颜，女孩子应该平时多吃一些。喜欢就双击收藏起来试做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